你今天担当中人模式，对啊。好，哎，你这个内建的有开吗？开了。有吗？开始了吗？没有人。大家有很忙吗？我觉得我这两个礼拜好忙。对啊，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这么忙了。应该因为你出国吧？出国，好像然后出国的时候就特别忙，又回来，然后又出去。对，然后每周又要有新品的穿搭。连我妈都说，她不是才刚回来吗？你妈有说吗？因为我会说，我可能会说，今天小杨不在之类的。她说，她不是刚回来吗？又要出国，对啊、又要飞。我觉得我今天穿的很成熟，我等一下要换一下风格。不过我觉得耳环是可爱的啊，可爱吗？我觉得这个洋装也蛮可爱的，因为上周有一件洋装卖很好，因为被压下来了。就上周那件洋装卖很好，可是它杏色卖完了。然后因为其实现在我就是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东西，其实都可以就是先购入，因为工厂其实要休息了，就是不会再追加了，很难追加，对，很难追加了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今天，因为今天好像说要咖啡色，对，色今天的星座，对，很特别的主题，今天的星座穿搭，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星座，因为 Ruby 就说他就是觉得，因为这礼拜不是有很多颜色的商品嘛，他就想要来用一个星座运势搭配颜色，我好像也可以，可是星座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哦，好像就比较难，比较难。但是可以看星座是类似哪一种人，好像看得出来哪一种个性，哪一种人。对 对，我们工作，我们的那个工作室里面的人都是射手座、天蝎座跟处女座，三种，三个。为什么？还有巨蟹，而且我跟 Ruby 同时进来都是天蝎座。对，而且我们先差一天而已，因为我们有特别消费。因为我记得履历表上面好像也要写星座，要写星座。哪一个履历表上面不用写星座？没有，没有特别写天蝎座。对，只写生日。哦，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人问我说可宇是什么星座，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人回头说他是处女座的，然后我就因为我们有先看，要在面试的时候有先。怎么悄悄话？那要不要先请 Ruby 解释一下今天的主题是，就是这个幸运色是由来是什么？由来是，你要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幸运色是哪里来的、啊？因为大家应该就是2018，大家应该都会先看自己的运势吧？会啊，大家都水逆嘛？对啊，就是会看。对，就是看唐历值啊。对，唐奇阳。所以他不叫唐丽，但大家，我想说大家应该都会看。我们有唐卢比，唐卢比，卢比汤，卢比汤。那你来跟大家解释。所以我想说，就是看那个，然后来分析一下大家适合什么颜色。反正这个就是好玩而已，这就是卢比他上网查，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加了一些他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帮12个星座都配了一个幸运色，就是、然后我们再用这个颜色去做搭配。今天的大家可以不用一定要相信，没有关系。没错，但是我觉得你写的，等一下我要看那一句话，有人说处女座的女生都长得很漂亮。噔噔，我觉得你说的很棒。你把我们放在哪里啊？努比来吧，你要来这边介绍吗？你们先，你要荧在荧幕，对，我在幕后好了，幕后。大家想看什么星座？那现在 Peggy 开始好了。你今天身上穿的是代表什么星座？绿色，是天秤座。有一个射手座的女孩进来了。天秤座，等一下我们要累积射手座。好，穿绿色会比较幸运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会觉得天秤座是绿色？你不是说你有按照一点个性吗？我今天每个星座好像都要穿到，但是现在是天秤的绿色，绿色的穿搭，因为你知道天秤座是比较随和的感觉。你小心讲话哦！我发现真的好像害到我自己。真的，你小心讲话。女生也都漂亮。对啊，天秤座女生都是漂亮美女，不是吗？对，工作能力好像也蛮好的。嗯，还是你的朋友。而且天秤座是喜欢漂亮的东西。那我们这边怎么没有天秤座？我们没有天秤座，对，我没有这边没有天秤。
还是有，因为我们说不知道有没有结果有。有人说这套好好看，这套好好看，这套好好看，你赶快介绍一下你这一套。好，就是这套是一样是这礼拜的那个蕾丝，可是我把它正反两穿，它就是后面是那个，哦，是你把它穿到后面，哦，这有我最喜欢的泡泡袖，对，很可爱的地方是它这边有泡泡袖，然后它连袖口都有拼接那个蕾丝。这好可爱哦，它蕾丝很美，小女人的感觉，反光，就是它是有点鱼骨蕾丝，鱼骨蕾丝，嗯，不知道吧？不知道，这个名字好专业哦，专业的。鱼骨蕾丝就是你看这个蕾丝上面有凸凸的，很像鱼的骨头，因为一般的蕾丝是平面的，就是有的蕾丝是平面，有的上面是毛毛的，嗯，然后这个是。它在蕾丝上面还有一点点鼓，就是有点根的感觉哦，有点立体啦。对对对，摸起来有点，所以它就叫鱼骨蕾丝。小杨老师蕾丝不是我自己取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就是像有睫毛蕾丝，然后也有鱼骨蕾丝，这样它是一个名字。睫毛蕾丝是我们最爱的。Peggy 身上现在穿的是唯美透肤蕾丝排扣上衣，它有两个颜色，然后可以正反两穿哦。对，可以正反两穿。然后但是它的标签是其实是穿这边，但是也没差。如果你要穿，可以把它剪掉，对，应该剪掉，会比较剪掉。然后这个套装也是这礼拜询问度很高的套装。我上次穿史努比有搭红色的，哦，很多人在问。对，那我现在就示范绿色的。这个裙子很好搭，欸，我看我们好常拿来搭下半身。而且我觉得它，如果你现在要穿到春天，好像也可以单穿这一套。就是，我觉得它蛮贴心的，嗯，它这边有侧面，就是怕，哎，可能怕我这种就是我们腰比较露一点的女孩。是不用怕说它很合，嗯，对，不会怕太紧。对，然后腰围的话，我觉得它穿起来蛮显瘦的，就是很瘦，腰看起来很瘦，腰瘦。对啊，我刚刚他刚刚 Peggy 穿，我也说哇，你穿这套也太腰瘦了吧，又要大家又要被你生活。Peggy 穿每一套都很瘦吧，复古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刚开始想要鲑鱼软，笑了，吓了我一跳。鲑鱼粉，我去看一下，我也想要。吓了我一跳。所以现在 Peggy 身上的套装是小清新细肩带格纹套装，它是上下这样一起一套一起卖，然后790，然后有两个颜色，另外一个颜色橘色的也很可爱，红色也很可爱，红色跟橘红的那一个，对，有天秤座的，这是天秤啊，天秤座的宝宝们可以参考，我觉得我现在的头发像天秤座，可以参考这个。可是你认识的天秤座是比较女生的还是比较中性？都是长头发，都是长发，然后就是很漂亮，就是真的是漂亮。我认识的天秤座都是短发有个性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的你也是长头发，我是长头发，我也是长头发，那我认识的比较特别，天秤偏天蝎吧，天，没有天蝎也多辣，对对对，天蝎天蝎多懒，就是。所以天秤座的女孩可以用套装的搭配，还 是绿色的，绿色绿色，就是 Ruby 给大家的幸运色，给天秤座的颜色，而且格纹配蕾丝好像蛮适合天秤座，对啊，格纹配蕾丝蛮很亮眼的感觉，这是 Ruby 自己想的，对，我们都推给他。等下如果有人在下面生气，如果你们有觉得不准的话，就是 Ruby， 用 Ruby 的问题，我们只是演，我们只是配合而已，不能不能，大家不能。请约说一五八穿到哪？一五八就是那个 Peggy 就是158，它是做有点。规则，但是怎么讲？哦，它是大概也是这样子的，到小腿吧，小腿肚了，反正是刚好露出最细的地方。对啊，穿起来真的蛮瘦的。然后我穿腰是刚刚好，刚刚好的，刚刚好，刚刚完全就是很刚好，对，三个成分。可以换小羊了，好，该我了。有人说 Peggy 好瘦，多吃点好吗？那怎么办？我这样进。射手座，刚刚大家好像很多人都在问射手座的。射手座，嗨，小杨现在是射手座吗？我是啊。小杨本身你现在穿的代表是射手座，我也不知道，是咖啡色。射手座是有幸运色是咖啡色，黄色是处女。那我就一起，一起。你是什么？那你是什么？我是母羊。你是母羊，好吗？对，你就是母羊。现在这个是射手座的咖色系穿搭。我是想说咖啡色，因为我昨天其实有穿落地裤配那个大雪地，那个也是咖啡色。然后我就想说不一样的咖啡色，不一样的感觉。而且配黄色好像也蛮可爱的。对，因为我刚刚本来是想要配咖啡色的针织外套，可是我觉得太同色系没有跳色，因为通常射手座都会有很跳跃的。射手座会有一个，现在小羊讲射手座很有说服力，因为他本身没有逻辑。不要说搞不好有逻辑的射手座，其实有，因为我以前是不觉得射手座有逻辑，我觉得射手座就是像我这样子，就是
天马很散漫的。嗯，应该是他们是比较很就是很没有很认真，因为像我朋友他们就是很比较偏随和，没有那么严谨。对对对，处女座就很严谨。哦，对对，处女座很严谨。就是我觉得我认识我自己，因为是射手座，我身边有个好朋友是射手座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都是同类型，就是那种很随便的，就很好啊，好啊，好都可以啊，好啊，都好啊。对对对对。可是后来我发现。也有射手，对，他说射手座热爱自由。对，但是我有发现有很认真的射手座，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很认真的射手座之后，就觉得哇，原来射手座也可以这么认真、哦。可能跟他的上升星座有关系吧。有可能，是上升他超过，因为上升要超过30岁嘛、嗯，不知道他超过了没。然后我现在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如果咖啡色的话，我就要配比较亮一点的颜色的外套，然后我就是搭了黄色。好可爱，有人问说你现在身上这个外套是 XS 的吗？是 XS 这个款式，这个针织外套它其实它袖长是一样的，就是 XS 跟 S 的袖长是一样的，就是肩宽还有其他地方是有差，但是袖长都是一样的，袖长一样，但我差不多可以到我的这个大拇指这边。随和路线，对啊，射手座就是很明显，三分钟热度，对啊。就是现在有一个东西就要马上做，但是等一下就忘记了。然后那我因为我这一款花，它咖啡红，它是有点咖啡红的，你看到吗？它有蓝色的、橘色的、黄色的、绿色的花在上面，就是很像射手座啊，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喜欢，就是不会有那种这个想要拦截，什么都可以接受的感觉，就想要有一点甜美，又想要有一点个性，嗯，又想要一点辣妹。那我发现，因为它这个是就是扣子是可以开到底的，哦，它是那个可以当罩衫，可以当罩衫的，我小心啊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还要补。就是这么射手座就这么出其不意，等一下会有双鱼座，然后我就是可以这个等一下可以打开，也许等一下可以看当成罩衫的样子给大家看，而且它也是包扣的设计，对啊，包扣很可爱，就跟这个扣子就是都是包扣的，这个也是包扣，这个也是包扣，有人吓到了，不好意思。那我想，因为刚刚有人问说可不可以搭鲑鱼粉，我觉得也可以，我脱掉这件外套。这件是很宽松，就是刚有人问有没有腰身，他是没有，没有，但是他在腰部有做抓皱，很适合妈妈穿。他这个有做这个抓皱了，哪里？有没有吗？好像有一点点。有啊，这边。嗯。那我觉得好像可以再穿，可以再开，然后往后，好像可以变成有点都会平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你们一直吓到我，一直被吓到了。有啊，你没有穿小可爱，要出事哎、欸。而且那个人数突然上升了，因为射手座，不是因为你刚刚突然想突然爆冲，我吓到，肚子比较大，怕别人真的会那个，对，你也可以自己系个腰带啊，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腰身的感觉，对啊，哎，系腰带好像蛮可爱的，系腰带拉出来一点，这么宽松，因为它很宽，它这么宽松，别再脱了，观众一直被吓到，哇，好宽，好宽哦，这好像可以藏，可以藏露。可以把母母藏在里面吗？可以，就是可以把它放在这边。我来配看鲑鱼粉，我来看一下这边，因为我觉得它刚搭黄色是可爱，然后搭粉色是变成比较女生的感觉，刚好可能好像是跟我都有款比较搭，哎、欸，对，有点不太搭，这是浅粉，怎么没有人跟我说？可是我觉得搭射手座搭黄色就是都要来一点，就是蛮适合女人，就是真的是什么都想要穿。这是甜粉吗？这个是甜粉，就是有点带点橘的。甜粉是销售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啊，最可爱，带点有点橘的粉。然后我身上穿的袜靴之后就会补货，应该是这一两周就会有货了。大家可以锁定那个。再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可爱的这个花布，满满的花布。很漂亮，这个是，而且它的布料是有一点点皱皱的，你有发现吗？哦，它是那个是这种仿，有点算仿。对，你是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就很快吃它有一点点纹路，它不是真的那种，比较不会皱的那种。对，甜粉很可爱，就是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颜色，我也是最喜欢的。把它，就是如果韩国不都是这样，然后大牛头哦，对，这对，这个是第一名的粉，对，第一名的粉色甜粉。那接下来我要去换什么星座？你换了，我们
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告诉你。是我自己想的。对，我想要巨蟹座，因为我也蛮了解巨蟹座。啊，可是我分配到一个我不了解。你是什么？牡羊，对不对？牡羊。其实我认识的是你最爱的条纹。不是我没有哦，我想说巨蟹座不是我最爱的人，条纹啦。啊，巨蟹座。你知道有巨蟹的朋友会受伤。我分配到一个我不是很理解的、不是很了解的星座，因为牡羊座的朋友，牡羊座是我认识牡羊，对，我认识牡羊座的朋友只有雅洁，要不要叫雅洁来？雅洁是牡羊座的，让雅洁来说说看牡羊座、啊。牡羊座是，他是很像牡羊。牡羊座也是没有，雅洁好像不太像。你是不是不太像牡羊？他不像牡羊，他像双鱼或是对啊，他刚说他那之类的。应该我认识的牡羊，因为我好像没有自然，我有牡羊座朋友，我没有自然认识的。自然认识是因为处女，就是因为自然认识是什么意思？我说自然而然认识的朋友，因为我的也是同事，因为处女座跟牡羊座好像不是很合。真的吗？我看网路上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很冲的，有可能对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牡羊座跟射手座还有狮子座都是火象星座，那没关系，我先介绍好了。牡羊座 Ruby 给他的那个幸运色是浅杏，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个颜色。然后我身上这一件呢，刚刚有人说很可爱，它也是这礼拜的新品，它是荷叶的帽T，它也蛮多颜色的。如果你穿腻就是一般的帽T的话，就可以穿这边有一个这样，好像有点可爱。牡羊大辣辣哦哦，对，雅洁就是大辣辣、哦。可是我觉得雅洁她是，她看起来不像，但她我觉得讲话蛮像的。嗯，牡羊真的，我以为牡羊座会是红色。哎，那个问 Ruby 哦，帽子怎么？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。她的头就是畸形，我配的裙畸形。飞宇说你的头是畸形，它不会掉啊。我要认真。我配的裙子是上个礼拜直播也有出现，然后很多人问的这个裙子。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它的品名吗？它是鸭舌格纹配色长裙，这件很多人问。这个裙子只有这个颜色，可是我觉得它的颜色很特别啊，就是它是花的，所以你只要上半身配一个素色就会很好看。这件裙子我有买，而且它很舒服，穿上去好像没穿一样。但是太冷的时候不要穿了。对啊，现在这样是雪纺，现在这个天气是刚好，而且你看它会这样飘，看得到吗？而且这裙子我们在搭配的时候发现它蛮好搭的，对啊，然后就是你搭蓝色也可以，搭杏色，搭卡其色也可以，因为好像是它上面的那个，因为素色的衣服不好搭配，它太普通，所以你们就会配下半身配一个就是比较有颜色，也不能总是都配碎。鲑鱼粉在卖场是什么颜色？鲑鱼粉在卖场是甜粉哦。然后告诉大家，等一下我在 IG 的限时动态会放刚刚我跟 Ruby 一起录的，就是教大家怎么挑选这礼拜的外套的六个粉色系，但等下如果直播有空的话，我会再跟大家讲一次。现在很贴心，天蝎座过了没？还没哦。天蝎座是我吗？对，天蝎座是我。哎，快过了，对不起。天蝎座现在等下就会出来。原来就是这个裙子，对，就是上礼拜很多人在问，这个外套很女生，可是我觉得我搭棒球帽还好啊，这样会很女生吗？很女生吗？然后这个帽 T 其实也有很多颜色，而且它默默的也是卖的不错，默默的。好像其实大家都蛮喜欢。它有大学 T 的感觉，橘色、粉红色、红色、干燥粉，对，另两个粉色系的。我看我朋友，嗨，赖淑君，我们下一位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是天蝎座的。Yes， 刚刚大家都在问天的天蝎座，本人天蝎座本人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昨天 Peggy 也穿天蝎座，他说很准的。而且现在被分到，因为 Ruby 说幸运天蝎座的今年的幸，是今年还是这礼拜？今年好了。今年好了。我们的 Ruby 今年原本今年幸运色天蝎座是紫色。然后这个颜色是叫灰紫，但是它其实算是粉色系的家族吧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天蝎座，因为天蝎座其实不太穿粉色，对不对？很少粉色衣服吧？对啊，就是直接粉。Peggy 本人也是买这个颜色。对，天蝎座的 Peggy 在14个颜色里面选了灰紫这个颜色，我再跟大家强调一次。而且你穿这落地裤腿好长。哎，我刚穿这件我觉得很瘦哎。超瘦的腿很长我里面是搭一点点跟而已。上礼拜江江好像也是穿这一件，我觉得今天不好就可以买一下，因为我刚刚穿真的很瘦，荧幕上看起来很长很长。 Peggy 的裤子是这礼拜的宽裤，是裤脚抽须高腰宽版牛仔裤，就是 PS 系列的吗？
这没有 PS， 就是它就是很瘦的宽裤啊，看起来很瘦，而且脚很长。对啊，你好像就是很适合穿宽裤。一他穿窄管裤，有人问说一五八宽裤配平底鞋比例会不会不好看 ？Peggy 现在就是 Peggy 现在穿平底鞋，平底鞋你问的非常好，有点一根就是就是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，但其实也算是蛮平底的，落地对、嗯，对啊，这样搭，这样是有点偏斜吗？里面是这件是那个蛮新颖的，素素的很多颜色的那个上衣，近看有人想要近看，你要不要近一点？给大家看一下，紫色，有人说是芋头紫，觉得算是芋头紫、嗯，有一点点像是芋头紫，算，因为它有一点粉色跟灰色的成分，但是这个直播这个颜色看不太清楚，可能还是要看食品那个什么单品照才看得出来。对，我好像是觉得它是算是低调的粉色系的家族，就是不会太粉的，就是比较像是干燥粉嘛。就干燥一点灰灰的雾雾的粉色系、嗯、而且我觉得也是很有气质哎，这样子搭哎、欸、他自己你自己私信就是买了这一件没错，我没去拿云购哎，现在楼下，好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牛仔裤，转去给他，真的很瘦哎、欸嗯、觉得很推荐这个，这个颜色很有气质，150穿的宽裤，可能之后有机会，之后可能应该会有。对，金牛座还没出来，大家有认识天蝎座的朋友吗？我觉得天蝎座是个还蛮重情义的朋友啊，可是有些人好像会很怕天蝎座。我先让大家看金牛座，金牛座是这个，对，红色，这么。冲的感觉，对，金牛座感觉是要穿个黄色哎、欸，会吗？因为把钱穿在身上的感觉。金牛座是这不是我讲到是 Peggy， 金牛座很有钱的感觉。现在是天蝎座，金牛座应该蛮适合红色的吧？金牛座应该不错。我是天蝎，你现在是天蝎，我现在是天蝎，天蝎，小杨现在换了一个条纹，条纹什么？巨蟹，现在有巨蟹的朋友吗？巨蟹座，我很多巨蟹座的朋友，我的好朋友都是巨蟹吗？嗯，对，我爸爸，我弟弟，哎、欸，蛮多的，我爸爸跟我妹妹也是巨蟹座，我老公，我表哥，那很多哎、欸，我阿公，就是你的家人都是巨蟹，而且都是男生。哦、真的、哦、男生都是巨蟹，然后那个什么我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女生朋友都是巨蟹座，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星座是没有漂亮的。而且巨蟹座女生就是蛮漂亮的，好像对都算 是比较温柔，温柔，对，温柔，然后很，我觉得巨蟹座很适合粉色乖乖的感觉，对对对、嗯、身边全部都是巨蟹，巨蟹座是好人，是好人，很善良，爱家，算爱家吗？控制狂，巨蟹座是控制狂，是假的。我觉得巨蟹座，我觉得很容易受伤、啊，就是很玻璃，有一点玻璃心，玻璃心就是需要，就是容易哈、啊，那所以我每次凶我妹，要多一点点关心给他们，对不对、嗯？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巨蟹座，他就会很容易说哈，可云那个是不是这样子？他们是想要是你太凶，希望没有有可能，还是可云。没有，我没有。对啊，巨蟹座就是男生，我身边的几乎都男生。对，你身边家人全部都是巨蟹座，所以你应该很了解巨蟹座。嗯，那个小孩脸变了，很控制人的。可小姨姐也是巨蟹座。小姚说她姐姐是巨蟹座女汉子，因为我觉得巨蟹座的女生都是有点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对，小姨在看着我，女汉子，因为小姨也是巨蟹座，就是很有想法，很有自信，很有想法，然后很有主见的一个星座。对，我也觉得就是很漂亮，漂亮，我刚刚很漂亮，我刚刚已经说了。哦，我巨蟹座朋友也是超漂亮的。对，就是很漂亮的，还是你有巨蟹座朋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Sabrina，朋友好吗？你的哦，对，她也很漂亮。对，对，因为那个我们有一个好朋友，就丽丽，丽丽她也是巨蟹座的，差不多漂亮型的。对，嗯，我牛仔宽裤也是穿 S 嘛，牛仔宽裤我刚刚这件，对对，应该是吧？你这件穿有穿过吗？这件我没有穿过哎、欸，我等下可以套看，不知道穿不穿一下。那我就想说，巨蟹座就是很有自信嘛，就是。好
想穿搭，我想很顾家，所以穿一个就条纹。很顾家。先跟大家道歉，就是听我们胡言乱语。没有，因为 Ruby 就是我们的说巨蟹座适合条纹，然后因为我想说，我认识的巨蟹座女生都是比较漂亮，比较女生，就很女生型的感觉。所以就是我就选了粉色条纹，而且这件粉色条纹也有泡泡袖，好可爱哦。巨蟹座事业心很强，好像是有一点点，我认识好像是有哎、欸。然后我就一直遮住它，然后因为我想说粉红色跟灰色，因为我说过粉色跟灰色是最好搭配的，就是一个最搭的颜色。对，所以我就是帽子也配了，而且又是条色，又是你最爱的条纹。这样好像就是你平常会穿的。对，平常。然后这个我觉得它，因为它有侧开叉，好像，然后还有口袋。哎，有口袋，好贴心哦。没发现它有口袋。对啊，我没发现它有口袋。然后我就是想说，粉色配灰色是最好搭配的。对，对 ，Shoko 也说 ，Shoko 也是巨蟹座吗？巨蟹座很爱吃，巨蟹座很爱吃，好像是，而且巨蟹座会自己觉得自己是美食评论家，小姨在那边。巨蟹座很爱叫 Uber Eats。巨蟹座很不喜欢付钱，都叫别人付钱。射手座也很喜欢叫 Uber Eats。射手座比巨蟹座更喜欢叫 Uber Eats。哎，有人说巨蟹座很情绪化，哎，好像有一点点。对对对，巨蟹座我们询问巨蟹座点头了，没有错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个泡泡袖，因为我很喜欢，是它这边有做很宽的，很宽的。因为我有穿黑色的，我觉得黑色很好看。你出差穿的那对两种感觉，黑色就是比较稍微个性，然后粉色就是比较女生的感觉。然后而且它有小高领，对，它有做今年流行的小高领。我要把它套进去看看好了，因为这个灰色外套也是这周的那个。对，我们是要把每次都穿完了，应该没办法。这件好可爱哦，这件外套你们有买吗？堂姐超修口说，堂姐超认真工作，爱吃情绪化。就是你可以这样出，这个好像是就是我们平常上班会穿的这种搭配。我觉得它搭这个灰色的外套跟帽子很可爱，很可爱、欸。我觉得粉色跟灰色真的很，就是搭在一起是好看的，不会错，是不会错的搭配。对，就是大家可以笔记起来。嗯，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？大家很热衷在讨论那个巨蟹座，而且巨蟹座怎么那么多人啊？而且怎么大家都说巨蟹座很情绪化？我可以介绍，我可以现在借小杨穿这个介绍一下这件外套。好啊，怎么说呢？就是、你的宝宝，介绍他的重点，他介绍他宝宝，是可鱼的宝宝，就是要介绍我的宝宝。就是我在做这个外套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要他很慵懒的感觉，因为我很懒。我想要很慵懒的感觉、我想说怎么样怎么样慵懒，比一般的针织外套再更慵懒，所以我就把它这边这个门襟加宽、你有觉得它这个很宽吗？有，其实我觉得这款很韩国，对，颜色也很可爱。 对，然后这个扣子它是包扣，就是跟一般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包扣，就是有这样包起来，然后是跟衣服是一样的颜色的扣子，不会说衣服是灰色然后的扣子是米色，这样、它是同一个颜色、然后款是我的，但是那个颜色是小杨选的，小杨选了14个颜色，就是想说，我说这么可爱的款式，怎么不下多一点颜色，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可以选。而且这件我真的觉得很喜欢、因为它的袖子是做的，对，袖子也是它这边做的比较长，对啊，但它是有分量的，就是整件都要，就是不管任何色都可以搭配的，对，有厚度吗？我觉得它算偏。厚，我觉得算厚的，偏厚，对，是厚的，因为它不是薄的那种，是厚的。怎么看它是会暖的那一种，很热。我去韩国有穿，我现在就很热啊。现在穿韩国不保暖吧？还是在里面还在穿？我里面还有在穿，外面也还在穿。然后它是有一点坑条，就是这边衣服这边是有一点坑条的，这个很可爱。介绍完你的宝宝了。对，其实也可以扣起来，只是我们都好像没有习惯扣。我自己穿的时候有扣、你会扣、对，我是比较少，我就是看可以当外套也可以当上衣。如果单穿，我觉得单穿蛮好看，单穿扣起来就蛮好看的。情愿说每一色都想买14色，这样衣柜好像会爆炸。我们其实那时候有算过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有做活动，对啊，两件，然后14色，然后不是两路多少钱，然后我们就算说，那这样买下来，如果14色都要买的话，要花7000块。7000块吗？因为14×2啊，7000内啦。一件6000多，对，不到7000，但是要7000，就是我觉得不要全部拥有，可以夏天冷气房穿，我觉得太热哦，可以跟朋友一起凑，我觉得，对，
天秤，我们好像天秤已经错过了耶。对，我们速度好像快一点，可以介绍不完。那还有什么？我现在是穿双，我就一直自己换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星座 ？Ruby 给双鱼的颜色是粉红色，可是其实我有很多双鱼座的朋友，他们好像都不喜欢粉红色。我现在穿的那种，那个双鱼座就是那种很浪漫。他应该想说浪漫就粉，可是我自己认识的双鱼座是浪漫，但是好像不喜欢粉红色。现在是双鱼，不能这样子说不喜欢粉红色，我不能这样子打坏国师的名号。然后我现在身上这个上衣是有写这个 cream 的，这件好可爱哦。底色是米色，然后它上面这个是这种毛巾布的这种粉红色，好可爱哦、然后写 cream， 然后下面的字还有刺绣哦，是 milk shake， 对吧？好可爱，有双鱼座的，待会要跳出来跟自己讲话。粉色系超难选色，等一下大家可以锁定Puzzle IG 的限时动态，我们录了一些小影片教大家怎么分辨六个粉色系，双鱼浪漫。浪漫，然后呢，我的裤子也是粉红色的哟。这裤子我觉得超可爱的，这裤子超可爱，又可以来跟大家介绍。而且我觉得你应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裤子的材质。对，因为这个裤子我就是想要它是西装裤，但是是像就是比较像西装裤的材质，然后落地，但是想要搭配起来是休闲的，所以我选它这个布料。其实看起来是看不出来，可是我觉得它本人是有点 QQ 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有穿过这一件？我没有穿过。然后这一件稍微之前的这一件之前江江穿了，他就跟我说哦，真的是很舒服，很好穿。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昨天小杨的动态，小杨有穿杏色的，然后腿都超长。我觉得这件裤子会让人家想包色，就是如果你穿完一件，对，因为刚刚 Ruby 试穿过，他也说他想包色。我是认真想包色。它有四个颜色，就是黑色、杏色、卡其色跟粉红色。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我身上这个粉红色，而且它的粉是不是那种太粉的粉？因为我当初选这个粉红色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很韩。你上面加一个白衬衫或者是白 T 恤就很好看，应该是你看这样腿是不是很长？然后我现在是穿有一点厚底的，因为没有人回应他，厚底的运动鞋，因为我156公分，然后它是刚好是落地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比我再高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穿平底鞋；然后如果你比我再小只一点的话，就是可能跟我一样要穿厚底的鞋子。150穿这件裤子会太长吗？有，刚刚 Ruby 有穿是有一点长，会要改一点点。然后这个粉红色真的很美，再跟大家讲，它是有点像水蜜桃的那种粉。对，然后它有这个垂坠感，就是比较不会跟大家就是外面有的颜色。你这样让它跳起来，它是有点像鲑鱼粉嘛，而且它真的很显腿长，然后又很显瘦，然后又很舒服。是什么材质？而且很便宜，300多。而且现在特价399，我看到也是，我看到也是吓一跳。对啊，我看到也是吓一跳哎。而且当初做这个裤子的时候，就是希望大家是休闲感的穿搭，所以就是可以配布鞋，就是不用怕说，这种落地西装裤要怎么驾驭？有松紧带没有？它是扣子的吗？是扣子。它是后面有做松紧带吗？没有，它是全部都是做。后面口袋是它其实有点像是西装裤的感觉，但是是比较休闲版的西装裤。你现在这套是什么？我是双鱼，双鱼双红色的双鱼。Peggy 换现在是，我现在换成双子座。双子座，刚刚都没有出现双子座。因为刚刚开的话，我刚刚有点闷。这样真的好像都还生牌。这样好像会裤子会有点大。裤子容易皱吗？其实刚刚那件裤子不太容易皱，不皱不皱。现在这是，所以我跟你讲可以提双子座，双子座我比较常被认为是双子座，可能是因为你忽冷忽热吗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是认识的双子座的女生好像都还蛮爱玩的。我可以插嘴吗？你讲。我刚裤子穿 S， 然后这个是有内刷毛的。裤子有内刷，不是我说上衣。小杨穿有内刷毛，然后裤子我穿 S。小羊穿什么？小羊也穿 S， 然后江江也穿 S， 但是有一点点松。裙子，先来介绍一下。上衣的话是，灰色好像没了，对不对？剩下的颜色，蓝色，灰色卖完了，灰色是卖完了，可可是不是也卖完了？我记得有两件，因为我刚穿这件，然后它里面还有刷毛，我觉得很便宜。大家如果还有货的话，可以再买。它有刷毛的，因为。刚
大四因为双子座它是幸运色是灰色嘛，对，双子座幸运色灰色，灰色，然后一样刚刚小杨讲说配粉色是最好的朋友，然后这件裙子，而且这样搭好可爱哦，也算是隐藏版，就有点休闲又有点甜美的感觉，然后配球鞋就很可爱，它上面还有做打折的感觉，对，它的裙子是前面它是做平的，然后后面有点做荷叶，这样好像会显就是腰会变瘦哎。就是它上面做平的，后面是做弹性的，然后它上面是做打折，觉得这件裙子很可爱。这裙子也是有一点蓬度的，挺的感觉。然后它有口袋，它两边有做口袋，长度的话就是到算长吧，因为我是当高腰去穿，因为高腰好像看起来就会比较显腿比较长。灰加粉，对啊，灰加粉，它有口袋哦，裙子很好看。上衣卖完了。你是什么星座现在？我现在是双子座。双子座。双子座的女生很活泼哎、欸。对啊。对啊，我认识也都是活泼的。都很活泼，而且都蛮好笑的。对对，是好笑，是好笑型的。我妈好像就是双子座，你妈也是啊？你妈很，她很蛮阿爽，她很会演戏的，因为她见面我说那个双子座的那个，她有说她说什么？她说对吗？她就问可鱼说双子座幸运色什么，然后我就咪她说是灰色。那我们等一下看她有没有穿灰色，她应该来不及了。对啊，而且刚忘了讲，因为我们一直想要闲聊，你老公也是那个射手座，他也是穿咖啡色吗？你会帮他买咖啡色？他有咖啡色，对，他穿咖啡色，脸会很黄，然后但是今年一定要吗？今年一定要吗？他的幸运色，因为卢老师说的。卢老师说你帮他买一件看看，看他有没有比较。我跟你讲，他脸会变棒球帽的鞋子，太黄了，比较黑是不是？他很黑啊，他就是美在那边。好笑，黑哥结婚了。裙子的腰能塞厚衣服吗？我觉得好像可以。这件其实算厚的吗？是件算厚的，算厚。对啊，而且它也没有酸毛。我觉得可以耶，就是因为它的空间很大。有人说金牛座应该快出来了。金牛座不是有呀、啊？就是这里，啊、是我吗？对，我是金牛，就是金牛。嗯，我这应该是最后一套了，好像没有了。嗯，我们换小样，想穿红色。对，我穿了红色。我想说，到底要怎么穿搭这个红色？想说如果配牛仔裤有点无聊，然后就想说配了深。我刚在看那边看很多的下半身，想说我有什么可以穿的，然后就搭了那个深灰色的开叉的，这是开叉裙，它是两边都有开叉，没有它只有开一边，开一边。是你可以露一点，如果这件好像也算前几名。如果你比较辣的话，就开拉拉高一点。而且开叉是不是可以？你可以自己想开哪边就开哪边。应该可以左，你要你想开右脚或开左脚都可以吧？对啊，好像。然后好像因为我习惯了这样子。而且这样腿看起来好长哦。有人说金牛座打麻将都会赢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、啊？金牛座我认识，我觉得他们都好像很会理财、哦，可是他们对喜欢的人就会买东西给他们。对，所以他金牛座的男生。买东西给你带来，就是他认定。他刚刚一开始就说什么金牛座很有钱，因为他会理财，因为他会，应该是会看。因为我们认识的只有向向的妈妈，向向的妈妈，虫虫是真的、哦，虫虫是金牛座的，他蛮金牛的，我觉得。现在这是金牛，对，这是金牛座。小口说，小口应该是金牛座。小口是金牛座，他刚刚有说他是金牛座，很务实，但是就是你他不会很。他很实际，对，但他很实际，实际都是、他也不会乱想，他不是乱想，就是你不能，我觉得金牛座好像不能跟那种双鱼座在一起，还是什么随便，因为双鱼座太很多梦幻的想法，对对对对 对, 对, 对，我乱讲的，大家他可以跟处女座，因为他老公是处女座，金牛跟处女很合啊，很合吗？因为主人他还跟我讲说，我刚才要讲处女座，因为有人他还跟我讲说，你知道处女座跟金牛座两个人就是一个懒，一个更懒，然后如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就一直在家里懒到不行，这样。处女座会懒吗？处女座很懒吗？看他不是很宅吗？可是我也是啊，我射手座我是射手座不会懒啊，射手座很懒欸，
每次都往外跑呢。没有，我都只想在家里。你说他就在想在家里睡一下，跟不回去睡躺着。可是你这一班都一起出国两次，那是没不逼不得。还是我觉得是因为你平常太累了，所以假日就会想躺着。我就不想出门，因为厕所坐。啊，我们离题有离题。今天我们穿了几个星座啦？都穿。你穿了几个？就是、金牛座要穿红色的，然后我就选了今天的这个红色，红色。然后这个很可爱啊，它的袖子是这样。你们有发现、嗯？对，金牛跟处女很合，是真的。因为好朋友也是。大家好像都想聊星座。那你会找金牛座的老公吗？不会。可是感觉他有点、有点有点有点抠门的感觉。好了，说不定有人金牛座男生。然后这款毛衣，我介绍一下这款毛衣，它是有做这种破损的，这个很可爱，这好可爱哦。我今天自己上班也想购入。你是穿粉红色的，嗯，就这样。我觉得红配深灰色还 OK， 还蛮好看的，好看，好看。嗯，然后这款裙子其实很多人问它会不会很薄，其实它很厚，它算是厚的针织，它蛮厚的。怎么说呢？它就是这么厚。这么小心哦，很扎实的、的厚，就是你不会觉得会贴屁股的哦，不是那种合身弹性的那种，是它是扎实的，所以你会觉得它是瘦，穿起来会是瘦的。裙子肉肉女可以穿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有分尺寸，有分尺寸。对，然后它上面是做这种松紧腰头的。裙子很贴吗？不贴，我穿是直筒的吧，就是不是贴身的那种，因为这是我的款式。所以可能有稍微这样感觉蛮显瘦的，如果不会太贴的话。如果你怕会显臀部的话，你就不要扎起来，你就可以跟小孩一样，就是毛衣放在外面。如果你想要比例好一点，我觉得上面还是要穿短一点点的，嗯，短一点点的上身，或者你把它扎进去也可以。对啊，扎。那我要讲一下我这个耳环捕获到了最经典的这个大圈圈，大圈圈，问的，而且这是夹式耳环，是这种夹式的耳环，嗯，这种。我有在小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是在说夹式耳环的戴法，因为好像很多人问戴法，对，很多人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，就讲对，我穿 S 号的，对，裙子也是这星期真的情愿。你有发现这个隐藏版吗？其实因为我这周我只有看到这一件跟针织外套。然后没想到这件也很漂亮，很可爱，这件很可爱，这件裙子也很可爱，然后这件外套也是，这件外套我觉得很好看。大家有发现小羊的口头禅很可爱？这个外套是这么大口袋的，但是它，对，它这样搭起来就是蛮好看的。这个外套真的很好看，对啊，不是我在这个颜色也是扎实的那种牛仔的原色，对啊，要包套袖口。我觉得红色配有，他刚有说金牛座他要包套，真的假的？而且你有黑框，你可以走运动风、休闲风，配个球鞋就。而且这一套很实穿诶、欸，就是。是啊，这套这个应该不会再补货了吧？这应该不会，这没有，这没有，这没有布了，没有布料，这没有布了。对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开布的，所以他就不会再补了。推荐针织外套颜色，你们要不要一人帮我拿两件？还介绍一下这个粉色。粉红色是不是？这个好，在荧幕上好亮。噔噔噔噔噔，六个粉红色。还有一个。我先讲最难分的两个。其实我有时候还是。没关系，我会帮助大家。我手上的这两个是最难分的，这个是甜粉。我换一只手比较顺。这个是甜粉，这个是粉。他们的差异这样子，大家在荧幕上看得出来吗？有，荧幕上好像可以看，应该看得出来吧。就是这个甜粉它比较暗一点，它没有那么，它的亮度没有那么高，它是偏橘的，就是比较像鲑鱼粉的感觉。嗯，然后粉它就是比较像干燥玫瑰，然后两个相较之下，这个比较粉，这个比较橘，这样大家看得出来吗？我停格让大家看一下，你就自己停格。这是你可以帮我写一下字吗？牛逼，这个是甜粉，这个是粉。啊、这可以打字吗？不能打字，只能用写。双鱼过了，这样会来不及啊！等一下，剩下没有穿到的星座的幸运色，等一下 Ruby 国师会再告诉大家，再告诉大家。你好像写太大了。甜，你知道我要放在哪？这是甜吧？甜粉，啊、这是粉，这是粉。这样，这是甜粉，这是粉。这样，有。甜粉，好难哦！什么颜色可以显白哦？
很多哎、欸，很多、啊。因为我觉得我穿这些粉色其实都不会显黑。可是我买甜粉，我也喜欢甜粉。我也买甜粉。这个甜粉，这个粉哦。甜粉是第一名。对，甜粉是第一名。嗯、甜粉第一名。好，那有总共六个。就是这两个最难分的。可以穿 S 跟 XS 有差很多吗 ？XXS 跟 S 是袖长一样，但是肩宽跟其他尺寸是有落差，大家可以去看尺寸表上面有写，但是袖长是一样，因为它本来袖子就是做比较长的。我们几乎都穿那个 XS， 就是你平常穿 S 号的话，你可以穿 XS 就好。嗯。那如果你平常穿 M 或 L 的话，就可以选 S。现在换下一组粉红色。好，我吗？好，那我这是什么？你啊，学子。学子跟粉桃，这个应该就比较简单了。学子就是我们官网的那个最大张的那个 model 穿的那件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粉桃就是它真的有一点桃色的，桃色系的桃，是亮的亮的粉色，就是它就是比较亮的。我在拿，我觉得比较黑皮肤的人好像这个颜色要避免一下。紫色系哪一个？这个好像会比较看起来，这个桃粉就是比较桃红。你看，跟刚刚的粉比起来，它是比较再更亮一更亮眼一点。对，那这是学子，好学子，学子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学子是蛮学子是很特别的颜色。对，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，就可以戴这个颜色，因为它真的特别。这个配灰色也蛮好看。嗯，对，好像也可以配碎花，因为官网好像对啊，碎花也可以。好，下一个，接下来是我。我就是这两个比较偏有点点粉跟灰，我觉得它有点是带灰色调的。嗯，我这边的这个是粉杏，粉杏它它，然后这个是灰紫。Peggy 自己是买灰紫，对，你买我是买这个颜色灰紫，然后 Molly 是买粉杏、嗯，我是买甜粉。看来大家的粉，大家粉色家族都喜爱有不一样的。这次总共有六个粉，然后大家对每一个粉的感觉都不太一样，对啊，喜欢的样子也不太一样，对，因为它其实每一色搭起来感觉都不太一样，对，是不是？因为我那时候在试穿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每一色我都觉得搭起来穿起来很好看，我觉得而且只要搭牛仔裤，对，牛仔裤都很好看，只要搭牛仔裤就是每一色都可以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搭牛仔裤，你要选浅色牛仔裤，你就是配每一色都比较可爱，对，因为如果配深色就会可能会比较大了一点，对，要干嘛？难色选，很难选，真的很难选。其实那边不是粉色系的，还有八个颜色，其实也是有很多选法，就是比较基本款颜色。像上礼拜史努比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学子跟配灰色很好看，虽然好像有点激烈，但是好像是、嗯、这黄也蛮有精神的。上礼拜史努比 and Belle 的那个直播啊，就是 Peggy 有穿深蓝色跟。张张有穿米色，我觉得浅杏色，我觉得都很好看，就是那些基本款的颜色也很好看。我觉得你可以选一个基本色跟粉色里面挑一个，嗯、这样刚好两件凑，因为两件有折扣，而且这个折扣我觉得就是也是蛮啊，折扣是到明天早上十点，忘记讲，哎、欸、是会就是到明天早上十点，大家可以先去选自己喜欢的粉。我觉得粉色因为有六种，所以而且因为其他的颜色是。比较常常我自己觉得比较常常会有的，就是针织外套之前就是都会出，但是这个六个粉色就是我觉得我们是挑的蛮细的，就是蛮特别的，对对对、嗯、就是很可爱很韩系的颜色，外面应该比较少会找到这种颜色、嗯、没有啊Peggy 的上衣灰色不会有了，对，才到十点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到十点的话，因为你有可能有颜色也会被买掉，对，甜粉有这个位置，嗯、甜粉对。哎、欸，其实外面好像很少做颜这么多，因为这么多粉色，因为粉色大家可能就六个，大家可能就粉色就一色，好像不是粉色，粉红控对不对？我不是啊，不是，但是我觉得甜，粉那我觉得对藕粉，而且藕粉今天很流行。对，我好像控我是粉红控，我就是我衣服比较少穿粉红色，但是我周边的所有东西应该都会有粉红色，嗯、但是因为我们选的这六个粉色，我都是我觉得。很可爱的颜色，就是好搭配的，不会你觉得说太幼稚啊或什么的，不会，都是可爱的，很有质感的粉。我觉得甜粉还是灰粉比较百搭，是说粉性吗？灰粉，哦、灰粉，灰粉是这个吗？对，哎、嗯，这个是粉，这个是粉性，这是粉性，灰灰紫。我不知道他是要问甜粉性还是灰。那我三个拿出来，拿来看一下。这个我觉得黄色也很可爱。对啊，黄色也。
黄色、红色、咖啡色还有灰色都是蛮百搭的。嗯，粉杏、灰紫、甜粉这三个比较好搭，我觉得是这个粉杏吧，比较好搭的。你怎么没有两种话？所以小杨给了建议啊。首先他觉得粉杏比较好搭，对，因为它不会太粉。嗯。就是如果你搭起来，如果你会很害怕粉红色不好搭的话，就是最好搭的就是这个。可是这个也是最，就是最平常的，对，平常都会有。所以你这两色是比较没有那么，比较不会撞衫，比较特别。这次出考题给大家，这连我自己都搞不太清楚了。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买了之后，然后 po 在自己的 IG， 然后就是除了 tag puzzle 之外，也可以就是 hashtag 你的颜色是什么，这样子别人如果想要参考的话，进去看就说哦，这个人穿的是。粉，这个人穿的是甜粉，然后原来是这样，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帮忙，一起选衣服的感觉。因为对，因为有人问我，然后后来我就在我的那个 I G 的下面，我就会写上颜色，因为我有四张，因为我也有写，我是写甜粉，对我也是，就是我有写。所以大家除了可以就是 tag 我们 puzzle 之外，就是因为大家应该会去看，就是标记 puzzle 的照片来看穿搭照吧。然后下面还可以，就是如果你有买这个外套，你可以顺便 hashtag 你买的你穿搭的颜色，这样大家会更雪蓝也很漂亮，大家想看的雪蓝，很多人喜欢雪蓝这两个搭一起的。那上礼拜江江也有穿这个，这两个也很可爱。如果你要两色，因为两色比较有质感，这样好可爱哦，对。这样好可爱，很可爱。粉杏和杏色很犹豫，如果粉杏和杏，我会选粉杏，因为比较不一样，比较特别，比较不一样的颜色。黑裙适合哪个颜色？黑裙哦，黑裙，反正可以配一个亮一点颜色。黑裙什么颜色？我觉得黑裙好像都可以。黑裙就是百搭，对，很百搭，就是跟黑裤的道理是一样。可以看深蓝吗？深蓝上礼拜的 Snoopy and Belle 的直播，深蓝那个 Peggy 有穿，买了甜粉雪蓝，真的是大家最喜欢甜粉的雪蓝。Ruby 是有事要跟大家讲，我吗？对啊，你讲完星座了吗？刚刚有人问，那你总结这今年的运势哪个星座会最好？可能是天蝎座吧。说自己，天蝎座会赚大钱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射手座也很好，因为射手座就是很乐观，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，他也会觉得我过得很好。是深蓝色哦。嗯。显不显白，还是我全部摆在我的脸上？大家觉得哪一个颜色比较显白？其实都蛮显白的吧。不要选那个很中间的颜色就好了。你用旋转好像蛮可爱，可以旋转一圈。你把16个颜色在一起，我抱不住。雪蓝很美，有灰色感，对，它是带一点灰的蓝。哪一个颜色比较显白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就要看个人吧，我觉得是还是要看个人。这个蓝色，我觉得除了肤色之外，也可以看自己衣柜里面是什么颜色的衣服。如果说你买这个外套，你想要搭哪一套衣服去选你想要的颜色？对。今天分享直播的礼物就是大家可以对自己选一个颜色。送几名啊？送一名。可以送两名，这么小气，可以送两名。好吧，那就是两名喽。两名喽，大家听到了，两名，两名。公开分享这个直播就可以抽这个14色的外套，两名可以自选色哦。两名哦，两名。自选色吧，对，自选。嗯，加码了。我们真的好坏，每个颜色都想买。看自己，就是要看准一下自己的能力啦。因为全部包色要6000多块，六千多块有点贵，连我都觉得。你都算好了。哦，明天会有一款，会有新品。我们刚刚都没有穿到，没关系。哦，就是明天会有我们的经典系列的新品，对，因为大家应该尺寸跟型号都很熟悉了。但是明天就是会出一款，就是很厉害的，跟冬天有关，因为它会很包覆，就是更升级。升级版本，所以明天可以锁定官网。有人知道吗？想到puzzle就想到什么？这蛮简单的，这题稿以后可以问一下。你就把你的袖子伸出来。刚刚有一个人问说 Ruby 的衣服会脱吗？我想说 Ruby 的衣服还是 Peggy 啦。不是因为他有隐形，我想说明天会上的就是这个这个颜色的东西，全黑的东西，全黑的东西。好，很显瘦，很厉害，热销万件，超显瘦。有几个版型，然后这是出升级版本的，明天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。裤子什么裤子？想到趴手就想到什么裤子？超瘦的，我这次出差的时候穿，因为我去的地方也是富，富
零下的天气，然后我也是只穿了，有人答对了，只穿了一件就觉得就蛮保暖的，然后又很显瘦，对，又包覆。那我最喜欢的是102。哦，开始很多人答对了哦，102，他先讲了数字，想到 Puzzle 就想到102是我自己的，还有101，我是102啊，你也是102，102是9分的，9分的，对，我们两个可能比较矮，小只也会有，103也会有，但是它跟之前的黑裤会有一些小地方不一样，更升级，更升级，冬日限定。up up， 好啊，还有好像有些人猜对，我们是不是要先退场了？要给 Ruby 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跟大家预告，就是这个有吗？有，我来。之后大家可能会收到的东西，就是你只要是 Paul 的 VIP， 你只要是 VIP 的话，你就会收到这封信。这个是台北特卖会的邀请卡。哦，可爱，很可爱。里面的东西大家之后打开就会看到。对，只要你是 VIP 以上 ，VIP、VIP 也是 VIP 都有。这好可爱。这个啊，刚刚我打开的时候我吓一跳，想说好可爱哦。真的很可爱。你有看过吗？我没有看过。我有看过，因为这是 Molly 设计的，我们那时候有在看。邀请卡。所以你有收到这个的话，你就可以凭着这个信封里面的东西来特卖会现场，会有一些折扣优惠。但是没有收到这，就是没有收到这个也可以去。就是、现在我就想说，因为刚刚那个就是 Anna 拿给我想说，他说要不要送给那个直播的朋友们？哦，邀请可以全部吗？你可以分啊。哇，全部吗？所以我们。这样怎么说、特卖会是所有人都可以去，就是只要你有时间你就来逛，因为特卖会是1月25到1月28。等一下 ，Anna 点头，我看一下，他点头吗？因为1月25到1月28在台北搜狗12楼的特卖会，然后你所有人都可以来，但是你是 VIP， 你就会收到我们邮寄的这封邀请卡，这里有20，里面有折价券，嗯。台中场也有，里面也有，台中场也有，2月1号到2月4号。哦，所以你到台北、台中，你都可以去。对对对，就可以凭着这个邀请卡，然后结账的时候就出示给就是结账人员，然后他们就会、那个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现在选的话，台北、台中都可以用这个。对对对 对, 对。好。那就没有查，那就都可以用，没有限定地区。那你只要我打开，因为这还没开封的，我来为大家开封。嗯，怕你们好可爱哦，大家有你们撕信封都会这样撕还是这样剪掉啊？我会直接就撕开，我要看那个信封漂不漂亮哈。不是，就是如果漂亮，我就是这样很细的这样剪开，因为还可以留著。但我现在没有信封，我就只能这样拆。但请大家不要以为它是广告信，把它丢掉。那像猫你会哭哦，会贴名字吧？我们会下面会写，就是收件名字，就是从我们这边抽出来的、啊，只要是 VIP 的都有 VIP。我知道我认识很多人都有 VIP。各抽十个吗 ？IG 跟 FB 还是各抽十个？各抽十个好。哇！打开喽！哇！好高级、哦。然后我们这几天就会陆续寄出去。那如果说没有收到的人的话，就是麻烦要再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们会再补寄给你。好，嗯、好。如果你是 VIP， 但是你没有收到这张邀请卡，你可以私讯给客服吧，打电话也可以。我的痘痘好明显哦，在这里。那我帮你折。你帮我折。你帮我这样折，这样折。然后你会收到这里面是一个钥匙，这是像是通关的，还是要请 Molly 来讲？他的设计概念吗？他好像很忙。通关的，好，通关的里面会有一些我们有这次特卖会有准备的内容，像是我来看有什么，有PS 系列，然后还有泡泡先生，还有男友。男友区哦，准备跟男友一起来，然后他们有地方可以休息。然后重点最后的折扣在这最下面，如果你收到邀请卡的话，你就会看到了。好像蛮很贴心耶。属于 VIP 的折扣其实在后面这边。嗯，对。然后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，这很像要 check in 的感觉。对啊，而且因为就是 这个很方便，就是你拿了这个，你去你只要你去特卖会选衣服，然后你拿了。一些给收银人员，对，就是你要去结账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给他们，他们就可以立即折100块。啊、哦，他直接刷，我觉得折100块其实蛮多的，很多哎、欸。对啊，是有满千折吗、不用满千，不用啊，没有，没有满千，有满千，满千，满1000元折100块，
然后只有 VIP 才有，所以你如果是 Polo 和 MQ 的 VIP， 你就会收到这张邀请卡，很可爱，我觉得好像可以当书签。这好可爱。然后是灰色配粉红色，最喜欢的配色。买多少都可以吗？只要你是 Polo 的 VIP， 你有收到这张邀请卡，你就可以记得把这个带去现场，然后因为现场我们就可以直接 BB， 然后就可以折扣了。一次折抵吗？已经寄出了，最近几天应该已经寄出了，所以你们可以收到。这个好可爱，这我自己就想留着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这可以留着。好可爱，而且这个上面还是白色的，烫白、烫白色的，对，很可爱的质感。真的好可爱、啊，而且还是这种缎面的缎带，这个灰选的真好，真的很可爱、欸，很可爱，对，真的好可爱。然后所以大家记得一月是下礼拜，对，下礼拜，下礼拜、啊，下礼拜四五六日，我会去哦，我也会去，我会去，我也会去，你也会去吧？我会去，真的吗？你会去吗？要去直播吧？对，所以我们会在那边就是帮大家见面，帮大家折衣服，也没有见面。我是结账，那、啊、你会结账？对，会帮大家结账。对，可以会结账，然后就记得带这张跟可鱼给可鱼看，可鱼就会帮你们。哎、欸，我不是每一天都在哦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会去折折衣服啊，然后换一下 model 啊，然后看一下大家，看一下大家，对，帮忙可能要帮忙整理货。对，那就这样咯，那我们还有什么要讲的？没有，就是外套，外套十四色两件，折扣价到明天早上十点、嗯。然后明天早上十点官网也会有新的。我们这样很大队接力的感觉。最近因为去年年底最后一次直播的时候就有说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准备太多的东西要给大家，根本就一个礼拜一次塞不完。而且每一个东西都好棒，所以我们就今年就是很丰富的一年。对，但是之后我们会，我们。之后可以就是会告诉大家我们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商品， oh. 然后你们其实有喜欢这种类型的东西，你们就可以锁定那个时间，挑个闹钟来。先告诉大家这样。嗯，好，好了，那差不多了，结束了，拜拜，那我们跟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